个特殊的形式，其实有政策了，它是也是有阶段性。那现在我们的孩子去了美国，是我们上海。My friends, China, what is in the need of Israel is in the capability of China, and what is the need.犹太人来了以后呢，我觉得主要在两方面对我们，一个是他是有一部分犹太人，啊，实际上是投身于中国的抗，跟中国人民并肩作战。其中里面，我认为比较突出的，一个叫罗森特，一个叫弗兰。罗森特实际上是奥地利犹太人，啊，当时就已经关到集中营里面了，就是拿着何鸿燊的签证，1939年到了上海。他1939年到了上海以后，他因为是医生。啊，所以在上海的租界啊，他就开了一个诊所，泌尿科的诊所。他医术非常高明，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啊，他的病人就很多。实际上他自己的生活在上海已经完全安定下来了，啊，已经达到了一个中产的生活。但是当他了解到中国人民的抗日以后，他还是毅然强烈要求参加新四军，啊，所以他在41年的时候。通过上海的地下党联系到了这个新四军，然后他就去新四军那里，啊，所以在新四军里面，他主要是一方面呢是帮助这个当时一个叫罗荣桓，罗荣桓当时得了肾病，很重的肾病，他主要负责走了。另外呢，他还是培养医生啊，那个做了很多啊。实际上，他跟这个陈毅元帅啊、罗荣桓都非常熟啊。陈毅元帅还送给他一把很好的枪。啊，特别要提到的就是陈毅的儿子陈浩书啊，啊，当时就是他亲手接生的，啊，所以呢，罗森特当时新四军里面就叫他新四军中的白求恩，啊，另外一个呢叫傅雷，啊，傅雷实际上也是当时受到那个德国迫害啊，他是奥地利，也是个奥地利犹太人，那么就是一心想他来之前就想参加中国抗，所以在船上就开始打听，啊，那么他听说。宋庆龄可能跟这个啊能有关系。宋庆龄当时在香港，他所以到了香港，就是那个一路过来船还要停靠嘛。他停靠香港的时候，他就上去找了，但是人生地不熟没找到。他又回到船上，到了上海。到了上海呢，一开始他是在一个难民的这个临时的这个诊所里面工作啊。他因为是 X 光的专家啊，但是他就是还是想参加八路啊，所以待了一段时间，通过关系呢。他去了天津，到了天津以后，他自己还找啊，到处找这个地下党。后来联系上了以后呢，把他送到了延安。啊，他在延安呢，一开始主要是负责教学工作啊，就是培养我们的。他做的最大的贡献，就是他当时啊，通过土法啊土的办法，生产出了青霉素，他就土制青霉素。那么青霉素当时在这个是灵丹妙药。啊，所以对我们救助很多这个我们抗日居民是做出很大贡献。他自己当时也讲，他因为到了那里，实际上啊，他也知道白求恩什么。他当时后来把这个药生产出来以后啊，他自己都讲，哎呀，如果早生产出来这个药的话，白求恩也不会去世啊。所以实际上这个是两个比较突出的。